我是刚关列车长的110年2月4号，梦幻水族馆，这我讲5:40的话就是算了，这我很久很久的，然后1-2个月前的说去买的那些的鱼啊，这样还有虾跟螺，这边有一个螺，我现在有这边有一个螺，然后这螺有在活动的，然后蛮多虾的，有几活虾。啊，这样，这个树都很，这个的水草都很多虾的，远处也有。然后最喜欢养斑马鱼了，因为斑马鱼真的很好养，比孔雀鱼还好养。然后这边也有，你看到吗？啊，这就是我自己。我家自己的水族馆所养的东西的，反正差不多，之后还再添加一些吧，对吧？这边有一颗，哦，下面还有一颗，1、2、3、4颗这样。然后你看哦，孔雀这母孔雀真的也蛮好养的，对吧？那你我把斑马养成，你看个个都超肥的，对吧？啊，如果下面我可以帮我站起门，都是对我们带去管片，这就是我家的水族馆，说里面的鱼的鱼群呢，看一个一个你就拿得见。哦，都还有两只小孔这样。